像酝酿情绪。你看啊。世界を滅ぼしかねない究極の研究と豪語して確か那个人好瘦啊，这是什么？东京？没有，是什么？什么是什么？什么忘了？终结的炽天使，哇，好好看！第一季真的哭了哭了，哇哦，很好看哈。没有这样，我看了真是大玉没看，真是。没有忘了，优奖好像是。那个什么不好玩，你觉得好玩吗？我觉得不好玩。哪里啊？天津。采访一下小毛同学的感受。小毛觉得有天津之眼挺好玩的。我觉得在酒店就挺好玩的。嗯，怎么啊？魔鬼恋人出第二季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可能现在已经时光错乱。这也很好看，很好看。对，我玩那个游戏的，我一直很喜欢玩。谢谢。这边怎么那么少啊？电视？不是，昨天是检修，今天是天气原因。哭了。很难过啊，就是很难过。看一下偶像翻牌有没有，还是这些人。嗨，晚上好。没有，那个合影合的巨丑无比，主要是我丑，然后我就删了。哪个合影？就跟那个兔子的合影。我真的觉得我还没有向他收合影券呢。我觉得我们是太天真了，我们真的太善良了。我真的觉得我真的太善良了，真的是。哎，我觉得你们有必要去向他收一下合影券。一张合影券多少钱？不知道。我还给了他10块钱。哪有？你还是跟他讨价还价10块钱，而且他强，很强制的找我们合影。哪有跟别人跟我合影还要我给他10块钱的？他不认识你，我们的知名度还没有很高。我真的气死了。嗯。啊！新犯，骗人！我不相信。我跟你讲，我会跳这个主题歌曲。哪个主题歌？偶像活动 ，Stars。Stars。哎，广告，这个很好看，特别好看。我喜欢那个。骗人，骗人！我喜欢哪？你们都骗人。我今天去了天津商场玩了。我觉得，然后看了一部电影。对，你要说我们今天跟爹聊天，然后我发微博说了，他们都推荐我去大悦城玩。今天爹也说，爹说，对啊，爹也说，爹晚我们吃晚饭的时候，就是爹不是跟我聊天嘛，他说你们在哪里，小毛，我来找你们玩嘛，然后最后说不来了嘛，他有点事情，然后问我们接下来去哪里，我说我们也没想好，他说那你们去动物园吧。那个时候7点的时候叫我们去动物园，很可爱。气氛挺好的，你确定吗？我被骗了10块钱。哎，你居然说天津的气氛挺好的，我感受不到温暖。这是什么？我感受不到天津人民的温暖。我现在有点难受，很难受啊！好可爱！这什么？为什么打马赛克啊？猫青鱼，你在看什么节目？为什么打马赛克？好可爱呀，他穿的。关键是我当时还夸那个兔子很可爱来着。
我当时很心甘情愿的跟他合影，因为我很想跟他合影，因为他很可爱。啊，大阪，在大阪那一集，他们要这一集要吃蝎子。看了日本节目，他在看日本节目。什么 Lady Breed？ 他好可，你看，你看那个 Lady Breed， 他之前有合作过一个 MV， 还蛮有意思的。可我第一次被坑，我以前从来不相信，就是这种什么，就是假，我不知道，虽然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假装残疾人，但我以前就是不是很相信的这种，就是路边有这种我都不相信的，但是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还是被坑了，只要他打扮得很可爱，他打扮像个兔子一样，就是兔子那种毛绒玩具一样的东西。这个，哎，这是广告哎。而且他问我要钱的时候，他说他是残疾人，然后我就心软了。我就觉得不好意思逃掉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给了钱。唉，早知道我当时就撒腿就跑。是10块钱而已啊，但是我觉得我的心被欺骗了。我觉得我被欺骗了，我很难过。我觉得我太容易相信别人了。还有今天的狗麻花也是。我觉得我真的很容易相信别人。麻花。不但不要钱，我还要给你10块钱。我现在特别想哭。我觉得我被骗了钱，很想哭。请我的应援会出来一下。你又来了。应援会，你可不可以补给我10块钱？因为有人找你的小偶像合影，但是小偶像给了那个人10块钱，所以应援会你能不能出来把10块钱转我一下？好像。还有一日店员，田淑丽的那个支付宝是634254055。田淑丽的支付宝账号是43130079。那是假的，这个是才是真的。六三四号不是有一日店员吗？请我的应援会出来一下。可关键是你家小偶像给了那人10块钱，虽然我不懂，你家有人会说怪我了，但是你家小偶像心态崩了，现在就是觉得被欺骗了，就是觉得自己的善良被利用了，我现在内心很难过，需要亲亲抱抱举高高才能开心起来。哇，需要皇冠能让我开心起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
好了，我不难过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我爱你们。我才不是肤浅的女人。好吧，我就是一个肤浅的女人。我是因为我看见那个兔子可爱。他不可爱。我真的觉得他在那边等等车的时候很可爱，就是在车窗外面看我们的时候。没有，他一开始还没戴头套，后来看到我们就把头套戴上。真的、啊、那你不告诉我。没有，我是觉得他是可能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觉得他好像不想让我们看到他的脸，然后我就没说。开心不起来了。我看过这部。我不知道，我第一次遇到。而且我想兔子那么可爱，那我就跟他合个照呗。我下次再也不相信这种套路了。我觉得我要当一个识破人世间很多套路的女人，对吧，毛奇宇？我很聪明，所以我没有跟他合作。毛奇宇，你刚刚还对我说你是因为今天不好看才不跟他合照的。没有，我是因为识破了他，所以才不跟他合照的。你不懂了吧？说起来，我要检查一下我今天钱包还在不在。总之，我决定我要当一个。你要像我一样聪明，你就不。我要当一个没有识破很多人套路的女人，不能随随便便的被人家的套路给套走。你已经被套走很多。我没有被套走很多次。我的，你送错姻缘棒了，你送的叉兔的姻缘棒，谢谢你，但是还是要谢谢你。我应该跟他说我是明星，我忘记跟他说我是明星，然后我就可以问他要钱了。不，他说你是明星，那你给我双倍的吧。他一下子开口说话对对对，他颜色不一样了。谢谢你们为什么都送我叉兔的姻缘棒。别提了，我今天还去买了麻花。猫七雨、哎、你为什么不管管我？什么东西啊？麻花吗？麻花吗？麻花还是现在？谢谢。麻花还是现在？麻花，我是说麻花的事情。麻花我提醒你了，是你自己要买。
因为我阻止都阻止不了，我要在店里面说那个阿婆，那个阿婆的眼神可凶了，我都不敢跟你讲话。而且我看你执意要买那么大麻花，我当时一直在车上说不要买那么大麻花，太大了。可是我当时想着我奶奶喜欢吃麻花。可是你记得我们刚来第一天这边住宿的阿姨怎么跟我们说的吗？我不记得了呀。她说大的麻花中间扎开来是没有油，是白的，然后说小的麻花油剩的比较多，味道比较足。真的吗？嗯，她而且她推荐我们买的是那个桂顺斋还是桂斋顺的那个牌子。我现在不相信任何人了。他说不要买那个十八街的。他说我们天津人从不吃十八街麻花的，不好吃。没有，我都说他这边阿姨很纯真，他跟我们推荐的。我买了168块钱。一盒的十八街麻花，并且寄回了家。啊，寄还不是免费寄的？加了运费15块钱，寄回了家。因为我想我奶奶喜欢吃，我奶奶特别喜欢吃麻花，然后我就很阔气的买了。我现在对天津产生了阴影，我觉得太不单纯了。我觉得这个遥控器油油的。我觉得太不纯洁了，这个世界。这是普巴甲还是王力宏啊？真的特别。这是普巴甲还是王力宏啊？我现在也很分不清两个人。这个世界真的套路太多了。我真的很后悔，我后悔来了天津。毛奇宇，你为什么要带我来天津？瞎说，你自己要来的。你还很热烈的说毛奇宇走，我们说走就走，耶，开心。然后到天津的第一天，你的颧骨一直都很高。我现在颧骨都是塌下来的，你没有看到吗？说明你脸瘦了，说明你脸胖了，长肉了，肿了。我觉得天津套路太多了，我觉得我一踩就是一个坑。天津还有很多很多的坑，我现在很，我觉得还是待在酒店最好。比如说麻花，比如说跟兔子合影。我算一下我现在已经被骗了多少钱了，我被骗了200块钱。但是你有麻花，你拿到食物了，你10块钱没拿到食物好一点。可爱。而且都怪你们，你们为什么不提醒我？我昨天就说了我在天津吧，就是你们没有提醒我。还有毛奇宇，你为什么笑？没有笑，我在哭。我觉得你好惨啊，同情你。我在哭，你看到，你听到了吗？我在。都怪我的应援会没有提醒我，我的应援会应该给我那个什么，应该给我补偿200块钱。哇，厉害！我很喜欢这部动画片的，我想唱它的主题曲。蓝光哎，蓝光，好厉害哦！啊，高科技，真好。第一集是。
不，猫七，谢谢，谢谢夜蝶。我决定下次去哪玩之前先我一定要查一下那里当地的套路之类的，比如说有什么骗人的手法，然后我要识破他的手法。我觉得全国骗人都差不多。我觉得他们每个地方骗人的手法都不一样。是吗？就是不一样的套路。喂，是我是我，你怎么都没有听出来我的声音？是我啊。我嘞我嘞，感觉这个一直都会有，哪里全国都有。你提醒毛奇宇了，可是毛奇宇没有提醒我。什么东西啊？他说有人说他提醒你了。提醒我什么了？提醒我什么？不知道，大概是一些骗人的手法。没有啊。好，都怪毛奇宇。没有，你不要老说我，铁苏里。真的，我不付房费了。不管，你说你要弄场子。我没有说过这句话。不赖的。啊，这个主题曲真的很好听。星河爸爸今天让我去大悦城玩一下。还有动物园。好搞笑。星河爸爸今天让我去大悦城玩，还有动物园玩。他可能觉得我是小孩子。我觉得我还对毛奇宇说去海洋那个什么海洋公园玩，还有滑雪场、滑雪公园。然后我说我们还是去大悦城玩吧。我还是去看电影。对，然后我们就去看了电影。今晚不打算骗谁，因为我自己被骗了。我觉得，唉，我觉得我还年纪太小，就是套路学的不够多，然后识破套路的能力也不够。终究还是年纪小啊，太年轻了。对，我还是太年轻了，太单纯了。啊，这主题曲好好听。哎，你看这男主很帅，对吧？他眼睛是神的一眼。我现在觉得谁都不帅。那你觉得谁帅啊？对，你现在觉得谁都不帅。我现在觉得谁都不帅，谁都不可爱。好可怜哦，你丧失了审美能力。我现在觉得。那这个呢？不可爱。宫崎骏作品集。还有那个兔子也不可爱。我当时为什么会觉得他可爱啊？我真的觉得我眼睛瞎了。哎，你喜欢宫崎骏的哪一部作品呢？我喜欢《天空之城》。啊，哎，这是什么？哦，我喜欢《千与千寻》。哦，我想看魔女那个魔女什么什么什么。谢谢。谢谢你们给我送温暖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同情我。啊，请问你今天要来点兔子吗？我不要听到兔子这个词。我给你唱他的主题曲。我之前就跟小林去了这家的，我不要听咖啡店，我不要听到兔子这两个字。不是，就是那家咖啡店叫甘兔耶安兔甘兔安甘兔安。我现在脑子里面只有水煮兔子、红烧兔子、兔烧烤兔子，如何吃兔肉？还有月哥，月哥就是讲很多十二只小兔子的故事。
哦，十二只很不可爱的小兔子。很可爱，我家收集了好多这个的兔子，那个超级可爱的。这个也很好看，青春城机关枪，机关枪。哎，这个主题曲怎么唱？有人告诉我吃兔子的一百种方法吗？你怎么这么说？竟然兔兔这么可爱，你竟然要吃兔兔？兔兔哪里可爱了？兔兔可爱，我现在讨厌任何。这个男孩特别帅，这个男孩特别帅。而且这个男主，这个叫女主应该就是。不要，那我就会拉黑谁的。我觉得，嗯，我觉得吃兔子，吃喜欢吃兔子没关系。我现在看到兔子，我产生了恐慌，还有阴影，还有我的十块钱。而且我本来就不爱吃麻花，现在不爱吃也就算了，我现在对麻花已经产生了厌恶之情。甜甜，我不要看。甜甜，不要给我看。甜甜，我不想看。甜甜，我不要看。吃，这是十八街的麻花吗？这是桂顺斋的好吃的麻花。不要，我不要。这我就说了小麻花好吃，你自己都说它好吃。我没有说过它好吃。你说了昨天。很难吃。特别好吃。一点都不好吃。你怎么对得起他们呢？好冷哦。而且又贵。我去看夜景。我花了100多块钱。我花了15块。就买了几个大麻花，就买了6个大麻花。我这小袋15块，哎，开空调了吗？开了，你要不看一下，怎么好像不热耶？你傻了？你看这里，灯在这儿。嗯。你好傻哦。六个麻花168块钱，加上运费180多块钱。我现在脸是不是很丧啊？我是不是表现得太明显了？什么东西啊？没看懂。18，不要你啊，什么意思？我没懂。哎，
什么意思啊？我真的不懂。哎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没有，就说这部很好看。哦，那好吧。嗯。我现在。的新番。哦，所以呢，我没有什么兴趣。给你们看一下毛奇宇的背影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一个，这个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开心。没有开心。我真的觉得你很活泼，今天晚上。没有，我一直都很活泼，不要瞎说。就觉得这里面挺多动画，挺好的。这不是在开心吗？昨天晚上还没看到这么多呢。这是什么？哦、oh, ，这什么？这部没看过哎，像小鸡一样。这讲什么呢？半兽。这里面竟然有蛋液，哇，好洋气哦！神雕少女，我好像看过一点。我们你穿到我这件衣服了吗？我，这是什么？哦，我看到了。Ink。哦，这件真的很好看。哇，真的很好看呢。你好敷衍啊！不是一样的，但是是一个牌子。嗯。我们住的。酒店还不错，但是很便宜，一点都不贵，大家想多了。嗯，像我这种被骗了十块钱就穷的人，怎么可能住豪华酒店呢？十块到都有，好厉害，超级啥？我想看超级变变变。不可以。你直播，你要对大家负责。这个电视机就交给我了，你不要担心它。哎，你真的模仿少女里面奈叶奈特吗？哇，好可爱，我很喜欢他。我那是被骗着买的，我真的是被骗的。而且那一年龄很少，只有14岁吧。我现在已经心疼了，我现在肾很疼，就是肾疼的慌。没关系，你看一点开心的东西就会有。我看你就挺开心的，好吗？你不是很开心吗？嗯，我很开心。你很嗨吗？嗯啊，这个也很好看，这个超级好看，我强推你这一部，真的很好看，这个真的很好看。就是他那个主题曲是阿玛达拉西唱的，你知道阿玛达拉西吗？之前来上海就感觉他说 rap 很厉害，说 rap 很厉害，然后他那个说话也很快。我给你听，给你听，给你听。哦，我就喜欢他唱的歌。他那个，我来来，前面。我好喜欢阿玛达拉西。你看你现在很开心对不对？我没有很开心。你要拥有一定的兴趣爱好。我在苦笑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你可以的。你看，你听了他的歌，你就觉得我很苦。哎呀，又快进错了。我的舍友又很开心。
毛青云很开心，但是很开心。这句话已经，哇，这么完美完美，好好看。但是它有点血腥。大家有没有什么吃毛青云的一百种方法？煮毛青云的一百种方法。小毛就是个听魔的，我现在特别想吃你。我再给你唱别的，等等。啊，这个秘密，哎，不是这个秘密，哎，上次是什么？谁？毛青鱼可以红烧或者烧烤或者切片吗？不可以，我的肉太厚了，有血，不适合切片，适合没有什么推荐烧烤吗？生吃吧。秘密十只萌猫还是什么？之前小林推荐我一个，但我忘了是哪个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我喜欢这台电视，小张说下。啊！你觉得毛奇鱼不好吃？我肉很多。因为你的肉太肥了，一点都不精，就是要比较。精一点的肉才好吃。两个世界的人。我现在我觉得我才是吧，我是没头脑加上不高兴，我觉得这两个我都占了。我以前从来不承认我没头脑，现在我今天承认我是没头脑加不高兴，因为我被骗了10块钱。你来了，等一下我要偶像翻牌了。这个问题是你提的问题是甜甜有82斤吗？好，我翻牌啦。我不想听，不许翻。其实我正好82斤，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变轻一点。因为我觉得我感冒了，因为我已经3-4天都没有直播了。千万不要向我学习，我是一个没头脑的女人，我现在很恨我自己。我真的，
这是什么？没头脑 and 不高兴。真的吗？嗯，你要看吗？真的是没头脑不高兴吗？没头脑不高兴。我要看，给大家看一下没头脑不高兴。是倒车。打扰了。没头脑。好，这是我。这个是你。我刚刚那个，这是我。不对，那个短发的是我的。面嫂，面嫂。这个是你，真的没头脑。我不长这样。你快点配音，我哪有那么丑啊？你快点配音，你快配音啊，快点快点。你快快到你的台词。声音，快说。你快说嘛！我不。结束了，好短哦，泡面番。什么鬼啊？泡面番。哎，这个我很好，绿纱布。这个都出合集了。我刚刚看到了一个弹幕说体重不过百不是什么就是矮，但是我很高啊，而且我是没头脑，你知道为什么没头脑吗？因为胸大无脑，所以这两点我都没有占。你们吃麻花吗？我不想吃麻花，我是一个没头脑的女人，我承认。有没有餐巾纸？我在这儿。我是没头脑。哎呀，阿波罗好可爱哦！我还是喜欢以前的阿波罗，现在阿波罗让我觉得有一点点。但是我高啊，我身高高啊，我不想，算了，我不想跟你们解释了，因为有些东西是解释不来的。我也算高吧，我高冷，高并且冷。我不想呼吸这里绝望的空气了。
我没有笑啊。绝望的空气，我不想呼吸这里绝望的空气和各种各样的套路。我没有笑场啊，我只是嘴角微微往上扬了一下，并不代表我笑了。谢谢。爸爸说参谋了，爸爸说让我去动物园玩和大悦城玩。毛奇宇正在很认真的看着电视，超时空要塞，很兴奋呢。对，天津只有大悦城，还有兔子，还有可恶的兔子跟很贵很贵的麻花。好难过。超时空要塞，给你们看一下。我想要听他谢丽蕾唱歌，这是男主，这个是男主。好。来来来来来来。什么鬼？帅吗？美丽。美丽。你没看到吗？刚刚为什么要夸一个男的是美丽？你没看到吗？刚刚没有看到。那你再看一下。哪个？这个吗？没有没漂亮啊。我觉得还是北京好玩，我决定下次的旅游计划就定在了北京。我决定下次我们就去北京玩吧，毛奇宇。好啊。我们去北京玩，然后提前做好攻略。然后要把一些套路的方法都能查到，然后这样就不会被套路了。我只逛过北京的商场，北京的商场我倒是很熟悉。对呀，我还没有去过蓝港。你去过吗？蓝港是北京的吗？嗯，蓝色港湾。哇，好想去哦。你还我还以为你逛过。我没有逛过。嗯，我们去逛长城吧。哦，我一直想爬长城。我也想爬长城，但我现在身体不好。你身体明明很好，你刚刚跳的那么开心。没有跳，我根本没有跳那个舞。
还没有正式活动起来。我去天安门。哦，我去过天安门，但我想去故宫里面和长城。但是我只在外面看了一眼，拍了个照。啊。然后发了一个我爱北京天安门。我上，我的妈呀！这里面有文豪演说，我要看这个。就我哎，我说到哪里？我之前不是去爬长城嘛？那个时候幼儿园还是小学来着，然后要会员吗？啊，就是然后爬了3-4个峰口才，现在估计不行了。这个竟然要钱。我们去新梦剧院逛一圈吧。好啊，向大家安利新梦剧院，新华也不错，新华节目挺好。新梦剧院、嗯，然后看一下里面的田淑丽，听说特别好看呢。嗯，好看，特别好看。假的，假的，假的，假的。特别好看，真的很好看。哎，《心理逻辑》蛮好看的，好像。尤里我的也没有看过，我现在很想看一些什么，但是没有找到勇气。好，各位的粉丝们还准备着座位请。不傻，我只是没头脑而已。翠星之什么加尔什么钢提什么什么什么呀，神作，这部真的是神作，特别好看。Oh. 哦，感叹，这部真的很好看，真的感叹神作。怎么这是哪个公司的？出的真的很好看。哇，你来了，等一下我要偶像翻牌了，我又找到人可以偶像翻牌了，等一下这个怎么加载不出来？等一下我要翻一个牌，怎么那么慢啊，什么鬼。这个问题是甜甜打算在天津玩几天，禁欲系偶像要多开直播才能圈住甜甜圈。我翻这个牌，哎，卡住了，不好意思，为什么卡住了？我的回答是打算玩，不打算玩几天了，我打算明天就走，不待了，我今天晚上就走，我要回我的北京了。然后第二个问题是禁欲系偶像要多开直播。好的，我最近都在开直播。还有一个偶像翻牌，那个人好像没来，好像不在吧，那我就不翻了，等他在我再翻。不要，我技术很烂的，你们真的会生气的。我要是直播打游戏的话，你们会生气到摔手机的，或者生气到退出我的应援群，就是生气到把我拉黑，因为我打游戏真的很菜很菜很菜。我真的可以菜得过你，因为我基本上玩那个吃鸡的话，就是一降落在地面上，然后
去房间里面寻找装备，拿好装备出来就被打死，基本上每次都是这样子的。原来你们也是这样的吗？哇，那我觉得我还是很厉害的。还有4分钟的直播时间。因为我打算直播满一个小时然后就关，然后现在是56分，我打算凑满一个小时然后我就关直播，然后我就洗澡睡觉，我想用睡觉来缓解一下我悲伤的心情，就是让我用睡觉来忘却一下我今天悲伤的事情和悲伤的故事，然后一觉醒来又是美好的一天，还有又是可爱的人。我现在最大的怨念是麻花跟兔子，就是我现在只要看到麻花跟兔子我都很想消灭它。我现在收到一个偶像翻牌是，我也试试看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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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，好，我翻这个牌，回答一下问题，是就是，为什么还要笑？你不知道我现在很难过吗？为什么要笑？不知道是什么梗的人请问一下我的应援会，因为我应援会背了这个锅，所以去问一下我的应援会，我的应援会会给你一个正确的答复。没有，真的可以去问一下我的应援会，因为这件事情其实跟他们也是有关系的，如果没有他们的提醒，我又怎么会栽了这次的坑，我又怎么会遇到那个兔子还有麻花。我要关直播了，拜拜。
我不知道我明天会不会直播。如果我明天继续被骗的话，我就再直播一次，跟大家讲述一下我被骗的经历，以及应援会要接锅的事宜交接一下。然后就是，你们先别说拜拜。然后如果没有被，如果明天没有什么事发生的话，我就不直播。然后就是四号店员再见吧，拜拜，拜拜，我的应援会祝你好运。甜甜，嗯，有你的禁欲系与养成系，禁欲系与养成系，嗯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是你的泱泱凤，妹妹凤，好搞笑啊！你泱泱，我要看禁欲系的电视了。拜拜，我要培养一下我的禁欲系属性，然后争取不被骗。拜拜。